就在近日，38岁的知名奥运冠军刘翔罕见的在社交账号上更新了一条动态。他在自己的发文中先是说到了老夫的日常吃吃吃这几个字，然后在下方搭配了几张照片。在他分享出来的照片中，他身穿了一件蓝色的短袖 T 恤以及搭配一个黑色的帽子，整个人的打扮都十分低调。然而他的状态看上去却非常不错，整个人的气色十分红润，还有精神状态极佳。而且他还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投喂的姿势来向拍摄的那个人送来一口甜食。他的这个举动让人一看就明白了，那个替他拍照的人一定是他的老婆吴莎。并且当拉近他的脸部时，还能看到了在他左手上的那个婚戒十分抢眼。他的这一次亮相又让不少的网友们都吃到了狗粮。然后其他的网友们在看到了这一条消息之后，纷纷在留言区热议了起来。有的人评价到了，一看就知道是老婆拍的照片，你投喂自己老婆吃，而我们只配吃狗粮。并且有的人还调侃到了，这下真的甜死我算了。而有的网友也是调侃到了，哥哥这是在喂嫂子吗？真是谢谢了哈。近日份的狗粮已经超标了。大多数的网友们纷纷被刘翔的这一次秀恩爱而感到了非常的羡慕。然而了解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自结婚以来感情就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就在7月13号的那一天，他还在网络上晒出了一张恩爱的照片，但秀出了两人的幸福时光。他在照片里面将自己的老婆亲密的搂在了怀里，然后他还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鬼脸来，就犹如一个大男孩一样的调皮。不过他的妻子吴莎则是非常开心的眯着双眼，还把手搭在了对方的手臂上，两夫妻的画面看上去十分的温馨甜蜜。但是了解刘翔的网友们也都知道，在他的感情里面之前还曾有过另外的一段婚姻。他的前妻叫做葛天，在娱乐圈中是一位知名的女演员，拥有着一定的人气和知名度。记得在当年的时候，他们两人曾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就突然宣布了闪婚，以及一年后又宣布了离婚，然后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不过刘翔在后面的采访中却说到了，分手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适合而已。随后又过了一年，这样他就官宣了自己和吴莎的新恋情，并在当年就迅速而又低调的结了婚。而他的这一位现任妻子吴莎则是国家的前撑杆跳运动员，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物，曾在2003年和2011年的这两次亚锦赛中都获得了冠军。因此在不少人看来，他和刘翔还是非常般配的，两人走到一起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甚至还有网友透露到了，其实吴莎是刘翔的初恋，所以不少网友都称赞到了他们两人就是体育界里面的金童玉女。不过如今他们两人已结婚多年，感情依旧还是非常的稳定，并且生活过得十分的惬意。在他们的社交账号上经常能看到他们外出旅游的日常动态，可见在退役之后的刘翔小日子还是过得十分潇洒的。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你对于刘翔这一位知名的世界奥运冠军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